现在虽然不工作，就在咱们的就道场里或者寺院里，我这什么持戒呀、啊，我还行。然后一回去，我就想买东西，就是比如说就想享受，想买东西有啥？买东西可以啊，你以为你不买东西，众生都成佛了，让你不了？那个想买东西不是那种，就是想想奢侈，贪的那个，就是说想贪的。对，但寺院里我不会，比如说我想打扮的漂亮点。就是那不就认自我了吗？你想漂亮的还是认自我？所有的菩萨都很漂亮，你看观世音菩萨身上戴着坠坠，头上戴着。但是比如说你怎么知道你执着了呢？你没做你怎么知道执着了呢？我之前就这样呀。难道观世音菩萨你没问他在修行的时候他戴没戴耳坠子啊？我不知道。从一开始影帝他就不戴耳坠子吗？他就赤脚吗？赤脚是成佛才赤的哦。不成佛赤着脚捏着脚疼啊，他肯定穿了高跟鞋。就是我这样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在那个工作场合可能更容易升起贪嗔痴慢疑，升起。你看所有的大乘菩萨都穿得很漂亮，珠落颜色，他的法都是戴的都很多，其实他已经示现了一个相，这些东西不会影响你成佛的，知道吗？你为什么不敢去旁观？因为大乘道，你不是出家人，你不是持五百条戒律的出家人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菩萨才示现了各种相嘛，给你说，你珠落颜色，你很漂亮，不代表你不能成佛，又怕什么事？就是那可是这样的，你去刻意的去屏蔽自己的漂亮，刻意的让自己去洁净，刻意的让自己这样做，也是一种执着。和刻意的漂亮没啥区别，我告诉你。所以就你既然怕自己漂亮，一定要是说抹两个眉吗？抹点黑吗？漂亮就漂亮了，怕啥呢？得意就得意了，怕啥呢？扭着屁股走，怕啥呢？不是，就感觉好像不大对劲啊。你是说佛就没这个相？你佛永远不会示现这个相。不是我。那有啥不对劲？既然佛都能敢示现这个相，这个相咋了？不对劲，哪儿不对劲了？你觉得世界的这个相就影响你空性了？不容易惹事吗？惹啥事了？就比如说会引起别人的比如说你以为你这样不引起吗？所有的僧人都着了你的相，好清净啊，你看好脱俗啊，红尘一尘不染，你看有些人就着你这个相，我告诉你，你打扮的俗点他们还不着呢，那么俗嘛，哎呀你看呢，就知道打扮，你看看就知道打扮，有啥呢？没啥的，没啥分量的。我平常我还挺喜欢打扮。你做任何相都有人找相，我告诉你，只要你是个相，就有人找相。是，不要这样子，有找相也是缘分嘛，他没有缘分还不找你相，所以不是这样的，就是任何刻意的去做，刻意的去让自己变丑，刻意的，只要你脑子有刻意，这个已经是你自己都已经执着了。没有一个法门不舍一个法门啊，所有的法门都是空性的，都可以在空性里实现。我现在觉得挺发愁的，你比如说让我持就是持戒打坐，就是我还能理解，哎就这样，然后让我去那我就理解不了，就是让我去买东西然后打扮，然后就有点理解不了。你是在家人，要你出家我就不这样说了，那你走你出家的路线了，是吧？但是你准备在家人，你是在家人，而且就是、是不是我更适合出家？因为我觉得那个好像比较容易理解，我个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种方式。不管你在家出家，但是你出家有示现了出家人的相，但是你的心是不是在情欲里边，并不因为你出家你把情欲就能够脱掉啊，你还有情欲之心啊。是，你不管你出家在家只是个形式，但是你的心要成佛嘛，你成佛你干嘛拐那么多歪歪啊？不是直接面对当下你的状态来去成道啊解脱啊，不管你是走在家出家，你最终是面对当下你要成佛的，小乘也罢大乘也罢密乘也罢，你走那么多弯路干啥？是不是？我觉得我好像就是所谓的那个根气不足，我就觉得一下跟我说成佛，我真的就是达不到就是那个层次。哦，达不到是因为你对佛了解不多不够，不是智慧不够，不是你智小根气不够，不是你智慧不够，是你对佛了解的还不够，你没了解，觉得自己可能跟他有差距，哎，不是这样。我们心是佛，你做不了别的，就是这样。
你做不了别的，这才是，如果你做一个标准的人，你都有差距，知道吧？因为仁义礼智信你都做到了吗？那是君子之行啊，那都有差距。但做佛简单，世界一切相，不着一切相，离一切相，这不很简单的事吗？但做人多难啊，你要仁义礼智信全到达才是一个君子，否则人家说你是个小人，嗯，是吧？多难的。他就是就比如在外面修行嘛，就感觉是打开门来修行，然后我觉得这个危就是有危险，对，有危险，嗯，我觉得关有魔会进来诱惑你，啊，是吧？对，是这个意思，嗯，就比如说你在山里那不正好历练吗？我觉得我没那个抵抗力，你连魔都进去，就没那个抵抗力，我真的，我关起门来我还行，我开门我就行了，真的。你不学也说是说抵抗不抵抗，但你最重要这是知见啊，这不是你做到做不到，你的知见里边如果空性里边不包括佛跟魔两个东西呢，你怎么回去啊？你的空性里边是帮和魔跟佛的，他一直在你心里啊。OK， 不是从门里进来，他在已经在你这儿了，他已经进来了。我告诉你，当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就在那里，他就在你的认知里。你怎么会觉得有魔进来呢？那你的心里边佛跟魔同时存在啊，就像手心手背一样。最重点是这个宇宙就是你自己啊，已经在那儿了。你最终的你一定要面对，你一定要面对它，你不能逃啊！你说，哎呀，我能力不够，那个魔里面进了魔，我要逃。那个魔之所以在你面前是现魔，是你心中有魔啊，是不是？你忘记了这一点吗？外在的是你心里边投影的视线啊，你忘记了这一点吗？最终是你这边要成佛，你逃不掉了，你能逃掉哪里？我觉得你必须看破，挺不容易的。容易不容易你也都面对，是不是？你不能逃，主要你逃不了，知道吧？你躲了初一，躲不了十五，你迟早得面对，那是面对你的心，知道吧？因为你心里包含一切，一切相都在那儿，侮辱都在那儿，你怎么把它挣脱？你觉得假如说你根器不是立动物成佛的那种，那你必须在拿起放下间不断的历练，拿起放下，拿起放下，最后看破，就是这样的。你不在乎也不行，不在乎跟看破是两码事。我不在乎，不在乎你不一定看破，你只是不在乎而已。那是偏空的修法，拿起放下，拿起放下，历练，这是大乘道的修法。或者如如不动的看着也行，我不拿不放，如如不动的盯住，我知道把它看破，按佛的知见看破，知道吧？那这样也行了。那个魔，盯住它，按佛的正知见看破。他用魔幻泡影，他之所以成魔是你定义出来，佛像跟魔像只是两个像，在你的就像阴阳黑白一样，难道不在吗？你不是说从门里进来，这个世界哪有从门里进来的魔的？你在工作单位，你回去上班，嗯，你坐在办公室，难道能进来的都是魔，都不是佛？难道道场你坐在寺院里，所有披上袈裟的人进来的都是佛不是魔？哦，我倒不是这意思。哦，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一定要留在寺院而不是回家上班？我是举个例子啊，不是说让你回家上班，就是见地。那你说我要是还工作的话，那我辞掉前一份职干嘛呀？没有前一份职我们能坐在这今天聊这些吗？对，没有辞掉你。那假如我又找了工作，那以后我们就不能这样天天聊了呀。你找了可以第二次辞掉的。哎呀，我真要这样拿起放下，拿起放下吗？为什么不能呢？可是你为了你的修道，第二次把它再放下，倒是能，就觉得太折腾了，好像是啊，人一辈子那不折腾，再折腾啥？我要再辞职，我爸他们又该说我，你看你找了工作又辞了，找了工作又辞了。你怕他说吗？因为我以前经常干这种事儿。啊、就是，佛是不怕任何人评价的。你不是只要成佛吗？始终要安住在这个见地上。老师，我可不要先定个低点的目标啊！你定不了低的目标，知道吗？因为你本来就是佛，没有其他的可定。你要是想做众生，那真的是需要定一下，先做六道哪一道呢？这才是根本见地啊！你不要你如果心不安住在这个本来是佛的见地上，你是没办法修行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修，如果你一个凡夫想成佛。你尽力竭的恒河沙结束你都成不了的吗？道理我都知道。OK， 道理知道。道理我知道，为什么要定个最低目标呢？从凡夫起修。我知道。什么叫从凡夫起修？你一定要定在你本来是的这个界地上，不是这是修法来的，因为你
就是个信息，你只是个系统，你是个信息系统，你是无我的。你以为你里边能找出人无我，你里边能找出一个我吗？自我吗？你就是一堆信息，你为什么不把信息定在这一块呢？你定在其他的地方呢？如果定在其他地方，你啥时候能成佛呢？你是个天人，你是个神仙，你是个什么，能啥时候能成佛呢？这就像我说的那个穿山甲的故事，他把自己定在穿山甲的位置，他是个穿山甲，几千上万年修行，他脱不了那个壳，他已经可以变化无量无边的形象，但他就认为他就是个穿山甲，是不是？怎么现在就转不过来，不知道怎么。偏清净，偏就是偏，其实这样走也没有问题。但是呢，你认为这样是一个，因为你很激进的在这方面在走，就是而且呢，现在很清净，没有太多的很重量级的语言碰撞你，就是你的心，就是一点，我就这样走下去，我可能就达到某一个成就了。你就是执着的在这样走，这样也没有错，但这样下去就是小走了小乘道的。嗯，但是走小乘就是走，你去修四禅八定了，你的定里边也就这些东西了，七宗脉界最后修这个，但最终你还能转了大乘，你只不过是走弯路而已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样走下去没问题，走弯路而已。有些人觉得你很清净很好，也没觉得你错，这个你不是错，只是你绕弯走弯路了。但是如果你从世俗法走大，从大乘道开始起修，你会很迷茫一段时间，在尤其在见地上，而且心性上你也不愿意。但那样走呢，你快，你不走弯了。快呀。是的，但是选择权在你。你说一直在寺院，你甚至你出家都是可以的。我觉得从我觉得很正常，没关系的。我觉得你说明天出家，我也不惊奇，觉得挺好，很自然。而且随喜，也可以，真的这条路也可以走，但是见地上，你不能那样认为，那样认为的话，你很多年修行会修得很偏激，你会看不到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所有的，就是那种贪着吃慢一大堆的人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，你会很讨厌的，你会很厌倦的，知道吧？慢慢的你会接受不了这个世界上的邪恶的，你会看见邪恶的你都格格不入，全身毛皮。汗毛都能竖起来，你会受不了的，知道吗？然后你就偏一面，偏善法，执着善，执着清，执着纯净，还不是清净，执着纯净，执着善，执着正。但是你有正，邪就在那里。有一些你会厌倦自己，因为你就是三界六道，你就是众生，你自己就是众生。告诉你，你就厌倦任何一个众生，都是厌倦你自己。跑不掉的，挺难想的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在寺院里边修多了，不多，而且在有些寺院里边修多还多了，就是很有些执着于这一块寺院里边，执着于戒律的寺院里边，你就这样，因为你觉得你知道这是，你知道潜移默化的有些什么东西在这儿吗？成就感、自我价值感。你不要以为你跟你那个大学期间的那些同龄的孩子们里边，因为你这样走你是最有成就感跟价值感的。因为同龄的孩子，你考大学考到，然后你突然走了一个给他们完全不同的路，他们在这个世界再有成就也超不过你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这条路是没有跟他们没法，他们没法跟你竞争。考大学考的，知道吧？考大学考的那种竞争，你的优秀感、成就感、价值感要在这儿呈现出来。告诉你，不要被自己骗了，不要以为你在想成佛，你成佛的目的是我比他们都好，比你那些大学同学都好，比你那些高中同学都好，都脱俗，都优秀。我还没这么想。OK， 你慢慢会察觉到你这一点。是。因为你里边有学霸的那种东西，就学习争第一的那种气，我要争第一，我要成功，我要成功，我做什么我要坚持下去，我有这种能力，我有这种，我可以，因为我足够优秀。你只要坚持，你会成功，你认为你会成功，就像考大学一样，考清华北大那种力量，就是你那会儿考试的那种气全在身上，就是我不是你就像刚从学校走出来，就是那种考试考一百分那个力量，知道吗？那种劲儿，然后又来修行，知道吧？但修行恰恰是不要这种力量的，
你知道，这种自我成就感，但没有问题。但是到目前你很清净，你修的没问题，直接见底，很多东西都对，你学的见底经典，所有的东西都没问题。但是察觉到那些潜意那种自我的那种东西，那种成就感、价值感。而且我，你能失败得起吗？是啊。还有就是，你知道一个大乘菩萨到最后到最高层次的时候，假如他只有一秒钟，他就可以成道，而前一秒钟他必须放弃，放弃成道之心，而且为了利益他为放弃，就是说你必须去救他，你救了他，你就可能成不了了，你的功夫上不去了。那一念，你放弃成道之心，就是你成道的契机。但是很多人放弃不了，经过很多年的修正，他修了20年、30年。你知道那一念就是放弃，你有一个有求的心啊，就那种自我的成就感、价值感，所有的一切全部放下。你连成道都放不下，成道的心放不下。但是一开始我不是说让你放下，我是说到最后，哎，你懂这个。但是自我始终在哪里？你知道所有的修正不是你学了多少法门，不是你有多精进，是永远察觉到你的自我执着在哪，你的自我在哪里，那自我才是障碍你看不见佛、看不见空性的那片叶子，就是一叶障目，不见整个宇宙，不见生理的那种自我在哪里。你很优秀知道吗？可能我不知道你那会儿学习学校是什么，我相信你不管是学哪一科目，你只要努力你都可以成功，你都可以学得比别人好。但是学佛你也这样学了，只要你努力，你一定会学到，你一定会超越，你一定会成就，而且很快的成就。你想像考试那样，我通过2-3年的突击进攻，好，我考上佛了。对，我现在就是这个想法。好。嗯，就是这想法。对，是现在这样。所以回到一年级，回到大一去，不用考。因为佛是不断的从大一上到大三，又从大一上到大三，就从不断的在这里边历练，到最后放弃这个大一到大三跟考试这件事。好，你差不多了，你把那个劲儿慢慢的要清理掉。你那是学的考佛呢，那有时候寺院里边会挂说是，哎，说是这打坐是学佛场，是吧？对对，是让你有道心，不要退转，但不是去考试啊，佛是考不上的。我现在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写，到底是怎么办呢？因为这就完全是以后走的就完全两个不同的路了的感觉是。其实我有一种想法，就是说就回社会上去赚钱，然后社会上也没啥，你把社会上看得太复杂了，你把道场看得也太复杂了。道场跟红尘有啥区别？你难道这儿不是红尘吗？还是寺院不是红尘？不同的环境，工作单位才是寺院呢。难道不是吗？早九晚五啊，清规戒律啊，坐那儿不能签到啊，不能走啊，哪儿也不能去吗？太喜欢那种。你在这儿你看多自由，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，睡到自然醒，起来转一圈，想吃啥吃啥，然后没人说你，这才是红尘呢，是不是？四月才是红尘呢。现在好多游客啊过去啊，上下大家一路啊，做点什么网站啊，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事，那不是滚滚红尘啊。你在寺院里你能吗？朝九晚五就坐在这儿，中午吃个盒饭，然后坐在这儿做好奉命之事，然后清规戒律一大堆，就是规章制度一大堆，然后呢到时挣钱就月底领上那20-80毛的，然后呢养活自己，那就是寺院，你知道吗？你很无聊的，所以你不想去寺院，想在道场玩。我也不知道。开玩笑呢，别哭。不知道现在这个怎么我们在说本质上的东西，不要被形式上的东西看，不要看形式上的。你说说里边本质上的内容吧。其实本质上的内容哪儿有啥区别呢？没什么，就是你面对的就是，剃了头的人，没剃头发的人。不是，方式不同。就在普通的工作中，你处理的是一些生活中的杂事嘛，比如说待人接物啊，然后是在这用这种方式休息。待人接物在寺院怎么待人接物？在寺院啊，在寺院。你是说带的节目不同吗？对，就是我的意思是，寺院型的修行就是关起门来修行。对，你就不用说寺院和红尘这两个概念了，你就换一个概念，一个是开门修行，一个是关门修行，就这样。哦，对对对，这个可能要清楚一些。一个是关门，我也去过寺院，这个寺院咋关门修行？闭关你是怎么？差不多吧，就是关上门来，谁也不见。差
差不多，不接待，不跟你们交流。对对对，就类似于这种。嗯。就是现在我感觉我的状态可能要偏这种一点，我可能好像从小的性格就是这样，就不太爱和别人，就也不太关注别人的事儿，然后别人叫我来干个什么我干，干完了以后我还会来干我自己的，就可能关注点都不在外界，都在自己身上。然后包括现在也是，我也是有种想关起门来学先修的状态，就是说先这样，然后差不多了，然后再出来这样。但是你要成佛，嗯、你要是说成个阿罗汉或者是什么，这样也可以了。那你要定地点就去四禅八定，就成阿罗汉好。你要是说想成道成佛，在有生之年成佛的话，有生之年，恰恰是破掉你这个关上门来修行。哎呦，有生之年，你活了多少岁？你怎么知道你不是修了很多事呢？就真不知道。是啊，真不知道，所以百分之百是五十嘛，啊，五十五十吧，也有可能没修过，也有可能是修过最后一世了。你看经典，很多的师傅跟你说，修行是要很多事的嘛，那这是最后一世了，你要不要上去啊？你要不要回去啊？哎，我突然啊，突然脑子中出来一个画面，就是师傅拿了一个胡萝卜在前面，最后一世哦，最后一世。那你的是兔子，我开个玩笑。哎，那就是呢，就拿个最后一次了，拿。对呀、啊，要不要吃啊？吃果子啊，佛果，吃就放下所有的执着，包括对成佛的执着。如果是抉择不出来，就再等等。哦，真的累成这样子，你要觉得学来学去学，哎，我也不知道了。师傅说让我出去，我又不想出去。那就等着吧，坐在出与不出中间呗，每天就这么纠结呗，纠结着等着，总有一天你会做出决定的。啊，出家在家，出家在家，出家在家，咦，突然有一天掉到没边了，哎，选择了，是吧？如果选择不了，就这么晃呗，哪天定住了也算。所以没关系的，哎呀，别折磨自己了哦。跟蛮都活得蛮可怜的，折磨自己干什么？不要那么累。你的理想是抱负是远大的，这个挺好的啊。只是在不断的在这种激进跟亢奋里边发泄自我，不断的发泄自我在哪里？是不是有点亢奋过了，激进了？如果没有，那叫精进吗？啊，这我知道，我现在就处在这种状态，啊嗯、我知道自己只是在一种。嗯就是不利于，其实是不利于修行的状态，但是我现在没办法，就是这样。你现在的状态还是不要这个世界的一切去修正嘛，还是跟小乘，就是跟阿罗汉的修正是一样的嘛？我屏蔽了这个世界，我离情取义去修正嘛？我不要，这样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这样不容易，所以为什么会有大乘道的出现呢？大乘道不是为了度在家人的，大乘道是你，因为你当你关上关房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内在的世界跟外在的世界是一体的，只要你有一个我在那，我就包含三千大千世界，你知道吗？到最后，你只要关上那个门，你坐在关房里，你难道不跟自己对话吗？你的心里边每一个念头，你是三维，你只能看一个表意是三维的。三十三维，佛学说三十三维，这些维度的话，三界六道就在你那里，就在你的心里，你屏蔽不了，你关不上门，你关不上去，度自己你已经在跟三界六道对话了，你不是没有人给你，反而是外在的破了，你里边那个执着才能破。我告诉你，所有你面对他的时候，你破了对他的执着，里边有些三界六道的因缘跟执着就破掉了，否则一直在你里边潜伏着。你不知道什么缘能把它勾出来，出缘的时候你就出定，出缘的时候你就轮回。我告诉你，永远解脱不了轮回。你屏蔽了这个三界，这个世界，你在三维角度修行，你屏蔽了三维角度，你永远脱不了轮回。我记住，不能自我内化，就不能，你不可能。内外外在的世界就是你内在的世界，你心灵的世界就是外在的，内外是一如的。你心里边是什么，你外边就看到什么。就是这样的，所以在佛的眼里，这都是佛，众生都成道了。你以为那是假的吗？所以佛无众生可度，他都成道了，有什么可度的呢？你不要以为这个多难，是不是？多难就是个错误之见。我告诉你，可以努力，可以不断的修正，但不叫难，知道吧？
为什么众生眼里就是娑婆世界，佛就说我的世界是清净的，是极乐世界，为什么你们看到娑婆，是因为你们的眼睛有毛病，因为你们的业力的眼看这个世界。你屏蔽什么？屏蔽了外在的世界，你能屏蔽了我的你的心吗？内在的世界一直跟着你，如如就在那跟着你，你没有外在的世界的投影，你还看不见里边有啥呢？你看见他，你憎恨他，你才知道你有恨，你嫉妒他，你才知道你有嫉妒，你看见这个东西想拿，你才知道你有贪婪，否则你怎么知道？你说我贪嗔痴慢疑尽了，轮回的时候试试，到了中阴境界的时候试试，触缘你就着想，一触缘一着想，轮回开始了。你屏蔽不了，你关不住，你是面对他，你如如不动，或者能看破，你才不轮回。你在中阴境界里边能屏蔽了吗？哦，我搞清楚了。OK 吗？你活着能选择，到了中阴你怎么选择？我要闭关，在中阴境界怎么闭关？哦，对对对，你一提中阴境界，我就马上明白了。我就马上明白了。马上明白，对，因为那个时候你怎么选择？对，是吧？缘来了，对，你看见他着相了，是吧？就是。那不轮回去了？对对对。为什么阿罗汉八万大劫出定以后什么都不知道？因为他无所谓，他不管，他就是屏蔽了这个世界嘛。他出来连几年都不知道。而每一个菩萨出定以后，哪有不知道这个世界？他在定中也了了分。哦，对，其实那个对他那个才危险。那个真危险，那就轮回了都不知道自己。一说中阴境界，马上就反应过来了，确实是，这一条不能走了，不能走了。老师，在那个中阴境里，就比如说你刚刚说那个，比如说有些没有破掉就会转。那中阴境界里靠定力不行吗？靠那个。靠定力还不行吗？靠不住嘛，有时候靠不住啊，就是他有些定力靠不住。哦、嗯。你没有看破那些定力，总是一个承受力。哦对，哦对，还是有错的。因为定力只是要智慧，最终定的目的是让我们去开启我们本有的智慧，然后看破那些东西。那定只是个承受力，比如说你有八级台风的承受力，但不代表你看破了八级台风，你能扛得住，它不会对你有损伤有影响。但是你能看到它空性吗？你知道它里边有空性吗？有佛吗？圆满的佛性吗？这一点却是通过定来开启智慧来达。你始终智慧不圆满的话，定力是有啥意义的？扛不住的，那些定会失去的。来个十二级的你就完蛋，是吧？你的承受力你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。对，我不知道。而且那种承受力那种圆，并不是说真的，并不是说你往上修来的魔也多厉害，不是那样的。来的破你的缘，真的就像大象，它破它的是蚂蚁，知道吧？那蚂蚁钻到鼻孔里了，大象搞不掂了。那个老虎没准它还能打一仗，你蚂蚁却钻到它鼻孔里，它死定了，是不是？破它的是很小的东西，不见得就是说多厉害，说哎呀你看得见摸得着，很微细的执念，一点点你就破掉了。你修得很高，但一点点东西突然让你前功尽弃，你觉得一点刀痕也没有了，你知道，就那一点点执着，其实跟情跟欲什么没关系，就一点点执着，就是克住你。所以这就是那句话，你在乎了它就是个鸡毛，也重如泰山，你不在乎它就是泰山，也轻于鸡毛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在意不在意嘛，你不在乎啥也不是，不在乎是啥，有啥破的，有啥可破的，破的就是你在乎的，你就在乎佛法，只能在这儿破了。嗯，你啥也不在乎，只能破你的佛法相了，有修有证的佛法相。你看心疼吧，疼啊，就像放下情人一样的疼。哦，是。你看你是吧？对。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，是吧？连法也最后法相也要破，金刚经里边的吧，这不是我说的吧？上岸要丢下船吧，是吧？你是说哎呀那个船我还没过岸上呢，岸到底在哪里？你总比啥时候到达，啥时候放下，边走边放，即有即空。你看佛在金刚经里边说一句破一句，说一句破一句，总比等到你十万大劫以后，哎呀我成佛了，我再从前破一遍，即有即空，所有的法用完就放，用完就放，你知道吧？法门只是对治习气的，就像用针敲刺，刺敲出来针也要赶紧扔掉，不能把针接在这儿，下个刺来了我再敲，
那要下一个次你再找真啊，你不要放在你心上啊，是不是？法门都是这样的，佛法也是，对治你的习气欲望执着根，破了分别马上放，法也没有，执着也没有，坐这儿喝茶，因为你不喝茶不吃饭，你会这个假的会消失，借假修这个就达不到，知道吧？剩下的都没事，不然你学那么多佛法干什么？不是破执着的吗？不是破自我的吗？破了就放下嘛，两边都放了。然后你就说，我背了好多经典，我背经典，我没有执着，我没有执着，我不知道破啥，我没有看过任何人，我跟人没关系，我都没有触动的，没有人触动我，我心里很我没有执着，我没有分别，是不是？所以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你好像觉得自己蛮清净的。但是佛说没有执着分别已经成佛了。你说好像不是啊，我好像没成佛，你知道这叫啥？无明呗，只是没有分别执着的无明，就啥也不想不碰，它不可能的，我们总会想的，好像就是不习惯那个不能的状态，好像是应该是这样，随缘，根据你的状态修行，没有什么好不好，嗯，随缘，根据你的嗯，所以我建议你去参与到更多的事情里去，参与到更多的，你现在的状态呢，就像一个小孩子，你知道吗？很单纯的一个小孩子在学佛。之前不是，然后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样。就是很单纯，很就是目前吧，哎，反正也不是说绝对的事了啊，嗯，但毕竟体验过一些东西，就很单纯的小孩子在努力的，也好奇，对佛学要探索，要有个结果，这个探索。嗯。哎，然后呢？认为通过打坐、夜不倒单、吃素、念吃斋、念佛，通过很多的法门，我可以达到一个什么东西？嗯，但这个东西一直还没显现，我可能需要很多很多年。然后你把那个应该显现的东西叫佛果，嗯，不过如此而已。但是最好是总碰一点东西。可是我之前我你看我现在是这样的，但是我你看我的照片哈，基本上就是看以前的照片。就感觉我现在是应该是我以前的照片，我以前的照片应该是现在的我，就是以前不是这个样子。没关系，鑫哥，你可以是一切样子，不同的年龄、不同阶段，有的是到了30岁才又从小时候火的，小时候挺复杂的，没关系的。你是一切样子，永远不要给自己定义是什么样子。你可能是这一生一辈子，假如你活80年。你可能在不同的阶段变成不同的样子，因为处缘嘛，你在四月待了，慢慢变成了四月的，可能是某一个已经缘住这样子。你在黑道待了黑道的样子，白道待了白道的样子，你在这个世界任何地方待了是任何地方的样子，又怎么样呢？对，空性就包含无量无边的样子，又怎么样？所以佛菩萨都是示现很多样子出来度众生的，又怎么样呢？但哪一个样子都不是你，记住，哪个样子都不是你。都是一个因缘具足的视线而已，因缘具足化学反应出来这么个样子，嗯，里边没有主体的，你做不了主的。你说我太现在比较简单，应该接触更多的事儿。哦，其实我是这样的，接触的事儿挺多的。啊，不是这样的，你不关注嘛，无所谓嘛。嗯。没有东西进入你的心灵里面。好不容易清理了，然后又让我接。哦，没有没有，是不是的？你清理了。对，曾经有很多很多东西，一直都有很多，就是感觉最近这两天好像就是没什么了。嗯，就我刚来的时候，你说我很亲近，我还比较诧异，我说可能就是来了这儿以后，就感觉这两天就是差异非常大，你知道吗？就之前就一直是哎呀，这是堵的，整个堵的，就觉得全是事儿。嗯，然后就这两天突然没了。嗯，然后老师说亲近，哎，我还可能是这两天还确实感觉挺亲近的。嗯，那没关系，继续在这个世界体验吧，经历吧，不管是在门里门外吧，一样。